他们你还看到那个面就油嘛，一些面就喊你透视找的结构嘛，就还咁咯，画出来就得咯，他们画出来就得咯。那你像那些葵有那些档，你就按照葵那些有那些就给葵画葵某种这类葵喽，他们就还搞喽。牦牛把就得喽，牦牛把就得喽，你画出来了，唔得了了，已经得噶啦，而家好犀利了，老师教得好嘅，他们唔系。你已经画出来就得咯，好吗？上嗰堂讲过叶嗰个结构，结构呢个都系结构呢、这个结构，呢、这个都系结。而家有就个结构有。你要会画出来呢个结构就得咯。唔系，佢话嗰啲叶系咯，嗰啲叶啱唔啱啊？系咪咁画啊？系咪呢啲？呢度呢些本身人家都还唔系是一个圆的嘛，系咪？系咯，有条街，有条树嗰条，也都有嘛。都有噶，都有噶。你要给佢画出来就得咯，一些走画画出来就得咯。一些就可以顺着葵里面有，你打的时候就还顺着一个打一个，顺着一个打一个，还没那个结构呢嘛。顺着一边打一边的嘛，那个结构呢嘛，还把顺着一边但打是一边。光明都有。光无所谓呀、啊，你还是你也给葵，人家有了一些，你要给人画出来嘛，好吗？你结构冷清。结构冷清，给人走出来这个形状，就得了。你走出来，画出来就得了。啊，那你一个月画远了，你就你就睇。哦，中间嗰条叶系喎，唔记得画哦，有条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那你又按照结构画出来，叶茎画出来就得了。哇。一些没问题啊，好吗？你提出来，好吗？就系一提就得咯。我提咗，不过唔记得画圆根。好吗？你啲提本身就还是把一些走出来就得咯。冇嘢。Hello。你好啊。算先，打咗先。你就系呢些咯，系咪？你就提出来就得咯，系咪？就系提啦嘛。系啊，系啊，争好远咯。一系呢些已经走出来。分前后啊嘛，提。你呢些就还是提出来就冇问题咯，系咪？你提出来就得咯，呢些冇问题啊，系咪？不管点做，就是我加上几条就大概了。我叶茎的嘛，最后加了嘛。他们没问题。你就话记得加叶根。画那个转的这些最好就没画成圆了。哦。好吧，没画成圆。尖的。尖的。两的。嗯。好吧，你先加满就得了。写金的嘛，你看。嗯。你写的尖的两的嘛，好吧。哦。一边的还圆。好吧，一边冇让会扁呢，好吧。哦，咁噶，嗯。啊，把这个亏在前，你加上就得咯，好吧，冇问题啊，一卷就得了，就所以画出来了，嗯，画得唔错啦。个结构有冇？结构冇问题。嗯，我叶个结构啊。得。
上次唔知啊嘛，唔識啊嘛。得，你呢些提下佢就得咯。把这些该走的有的地方就你第一个画也不管你画没画你都要提啊。嗯。他们一些所有提就还一些转的地方提下就大概了。好了一些转的地方一提就大了。没问题啊。好吧。他们你好啊，得咯，如果你提出来就得啦，好靓哦，留住佢啦，好似把呢些一提就得咯，你终于用红，用红嚟得，唔够深，其实又提咗，系嘛？像呢些，像呢些地方，系嘛？你比方像呢些，像呢些地方。像这些地方都要提的嘛，好吧？你要这些地方，你看奎母还说是，奎还是进来就反一反的嘛。嗯。要人看到啊，好吗？兵哥一提出来，奎就唔系咁平了嘛。嗯。老师，我想问题嗰只颜色系咪本身花或者叶嗰只颜色，定系要深少少噶？一般来讲深少少，反正你提出来才得你。嗯。系咪？你像这些段子，你找出来嘛？兵在前，亏在前，亏在前。见到乜就画乜啊嘛？老师上次话。系啊，唔使。好吗？你这些的，你让鬼跳出来嘛？嗯，还平嘛？嗯，其实如果用嗰个铅笔，咪仲容易上色，系咪提嗰时嗰时？提就还是提，因为你呢个画的呢个，好鬼难睇。慢啦，嗱，因为。哇，咁大盒嘅，系啊，好似 watercolor 嘅，呢边都唔系咪呢啲？诶，都系呢啲嘢嚟嘅。冇问题啊。哇，好多颜色喎，好靓喎。你呢个，因为你打的呢个调子打得唔好啊。哦。打调子你系冇过啊。冇。唔系冇过哈巴灰啊。所以你临摹哈巴灰，你还是就把一些。就把，那你就把一些个，一个叫做大那个我，一个叫做我们还一个叫做擦出来呀、啊，你跟这个都吐出来呀、啊，你吐成咁咧，就好难上色彩呀、啊。嗯。好像有层蜡咁样，系啦上次老师讲，打一定系线条咯，系咪？你系结构的嘛？你一定要还把那些线条打出来。冰都暗面、光面，你要找出来。那个唔可以，可以买一个平涂个色彩的嘛？他们这个光面里头还得这个暗面嘛，还把灰你要找出来的嘛，你才可以上色彩的嘛。上成那样你上不到色彩，你这样的你才可以上。你看你上的色彩来了，可也是还把灰走出来嘛。你看，你将来画到任何画都还可能嘛。所以你上的色彩上远了，你还把灰就走出来嘛，你终于再加了一些有的秋天，有的面的色彩，你往上走就大概了。那一定要把那个，一定要把哈巴灰走了，我们还都是搿么一撇，一个买一个要把哈巴灰走了，哈巴灰走不出来就唔得个。嗯，好嘛，关键哈。
佢生色彩唔係黑白灰，佢唔有冇色彩，打掉的作用就是一个质感，一个还是等你上色彩的时候就意义好多嘛。你一个调子打远了，一个调子打远了，可以就有你用力先打打掉，你打不出来呀，你可以打不出来呀，可以本身一层一层一层拉力的一层有在上边，好没？你再画第一层的上不去呀，好吗？你立线就没问题，好吗？那你立线呢？你立一个画出来哈巴灰，你看一条一条接一条嘛，我们还拼图来的，一下哈巴灰你再上一层。你黑把灰找出来之后呢，你才可以能打色彩嘛，你立个色彩，我就叫做立个色，你打完掉了上立个色彩呢，其实说的不好听的就是拼图啊。嗯，那你看呢，那就可以已经有了嘛。我们还靠立个色彩找出来嘛，我们还在练的问题，你要把那黑把灰要找出来啊。你们画把灰，你打完那个调嘞，可是一个平面呢，你看，好吗？嗯，你只是一个，只是个平面，你现在只是平面，是吧？好吗？打调子上打色彩，将来你画画也是一样的嘛。嗯，你画画也是过墨稿画好了，你在画的时候就好意了嘛，好吗？嗯。你不墨稿画不好，你上不到色彩呀、啊。老师啊，咁如果系第一层我涂咗，我擦咗，第二层再想加线条都唔得噶啦，系咪啊？都做唔到嗰个黑白灰噶啦。黑白灰做唔到。都做唔到啦。点解第一层涂？即系话第一层好似呢个咁样涂。唔得噶！再你发觉我，你发觉我做得唔啱啦，咁跟住你再加线条都唔得噶啦，吓都唔得噶啦。总之第一层就一定系线条嘅。第一层一定，第一层达到几多层都是线条。嗯。唔系乱就没乱。乱就唔会没乱。涂嘅话，方法唔啱啊，老师用个笔法。涂嘅话，点都打唔到黑白灰噶啦，系咪啊？系。哦。好嘛，你这些已经叫平涂了，好嘛？那你上色彩就。嗯，睇清楚先好啊。送可以录着影的吗？可以手机拍着照片，拍着了吗？拍着了吗？嗯嗯嗯嗯。可以拍着之后把那个门牌，好吧，那些都给你拍出来，可以已经送到了，可以没了。哦。你不拿，你让人偷着了，还你的问题。嗯。你文魁都，你找魁都没用了。嗯。好吗？所以你这些就要画出来，你有黑白灰才可以上色彩。嗯嗯嗯嗯，一些是。我系未得闲上色彩，所以画画你要把呢个黑白灰走出来才可以。呢些咧，画画呢些咧，你唔使留疤，呢度唔可以留疤。哦，唔可以，唔可以，嗯，只是佢在佢浅的嘛。好吧，可以留疤。嗯，好吧，那你想这些就叫留那平涂啊。嗯，你这些呢，不管大细，你都要把走出来啊。嗯，也是深浅啊。咁呢啲都唔可以白噶，呢啲咧。那这些还是
佢冇葉啊嘛。哦，冇葉嘅就 OK 啦。空到空間啦，呢個就冇問題。哦，即係佢老師頭先講緊呢啲。画就没问题，妈已经画出来都天下第一了，哇！你画很丑了。